最近不好啊。嗯，想到好几天都不能见到你，有点不开心。过年要每家每户走亲戚吗？还好吧，我们家亲戚少，也就初一到初三需要去拜年。知道了，尽量吧。 叫住我，然后告诉我买好了陪我回亲爱的票。快叫住我说过完年来看我。过年他肯定要陪家人，原谅他了。到家了吗？ 到了，刚到家就想起一件事。 什么？你？这次，书亦可知江辰远了。嗯，石家小燕，你现在好会呀。 你这女儿，跟人视频通话的语气怎么这么做作呀？哎呀，就是，肯定有情况。没错，哎，知道有情况就行了。走吧。我没什么安排啊，陪陪我爸和我姐。那你外甥女呢？她活动多，闲不住。 没什么。淑仪，啊，算了。你说嘛。早点回来，好吗？好。我等你啊。我要进去喽。那等他们都睡了，你要是还没睡，我再悄悄给你打。我睡得没那么早。